然間落街見到通街都係解放軍穿住制服，係咪佢逢星期六話出嚟買旗就可以穿住制服出嚟全香港咁行呢？就解放軍可以出席公益嘅活動，咩公益呢？就隨佢講嘅。你而家就係名不正言不順，你而家係大開中門，大開中門，大開中門。駐軍喺香港緊守駐軍法同埋基本法去做呢啲事，參與一啲公益嘅活動咧，不但止合法，我哋應該係支持嘅。我都未聽過人話參加公益活動咧，你應該阻止佢。香港我哋鼓勵人參與做義工，做義工都要阻止，我係真係匪夷所思嘅。而駐軍亦都講得好清楚啊，喺佢哋嘅內部軍隊內部條令同條例咧，講明乜嘢時候著軍服，乜嘢時候唔著軍服。但以前參與例如捐血啊、植樹啊、去探訪老人啊，都係著軍服嘅。所以軍人嘅裝束絕對係由軍隊去負責，軍隊管理。所以我是支持我們的駐軍參與公益事務的，今次也是基本法裏面以及駐軍法裏面容許駐軍在他們防務之餘，他作為香港成員的一員，是以愛港和視港為家的一個行為的。